嗨，一晨。吓死我了！嗨，各位 Jessica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晨。我们讲话小声一点。今天有个秘密任务，对不对？嗯哼，我今天要当一个特派的突击员。突袭谁？柯震东小弟弟。因为我在拍戏的时候常被他的毛刀眼吓，所以我今天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小声一点。袋子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没有塞好。那前面这个拳击手套也是剧中用到，是不是前面一个拳击手？没有，这是宣传塞的道具。这个太小了。哦，戴不进去。我可以为大家示范。这张是我的塞子，量一下距离。对的。很久没人请我量。应该是吃很饱的。好啦，不要说我们都欺负柯震东，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有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以反搜一下依晨。我们刚刚已经偷偷把他的包包藏在外面了。什么？走走走。好啦，你的包包在我这哦。太好。我现在焦虑。可以打开吗？不可以。还有这个表情。哎，红红长长的。水水壶很合理啦。是什么？餐具。哦，环保。环保餐具。吸管。是谁好的吧？哦，这个你就不说是谁好的，这个不是吧？我刚刚进来觉得拍还不错，就是 A 了两张。这也是吗？手帕对啊。对。一晨都随身携带手帕，对不对？我要用那种蹑手蹑脚的方式拿。不是他会别人碰他手帕，贴心贴心。私密的。对，而且有部新戏要上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在拍的时候相处的时候有哪些趣事吗？例如刚刚一晨竟然吓你。你们只是会在片场互吓，没有互吓，都是我被吓。他第一次吓我。这个功力你打几分？我有八九分哦。我满分十分。最大的音量。对，刚刚整个镜头都震了一下，摄影大哥被吓到。你刚刚被看到他那样子那么的用力的演出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。好的，那你们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在剧中的角色？我的星星姐姐就是一个正义感比较重，还蛮勇敢追求爱的一个女孩。会想保护弱小，还挺敢吓他哎，又这样老实。我是在里面演王一之，一个孤儿院长大，然后从小就跟好朋友决定要比赛，先娶到星星姐姐的一个男生，跟着星星姐姐的脚步进入社会之后，发生一连串离奇诡异的事情之后呢，到最后发现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。在7月15号暑假第一天呢，达芬奇就会在全台上映了。这部电影不只是有爱情等等，还有一些你们已经可能在生活中失去很久的热情啊、冲动跟热血，都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。所以希望可以带着亲朋好友都去看。千万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电影，它非常的不典型，绝对会超乎你的想象。请带着觉得你是英雄或你觉得他是英雄的亲朋好友、经纪人之手。我是林依晨，我是柯震东。黑色问，我们下次见。